钢管侠，我们的钢管侠出去了。钢管侠 ，Good luck。钢管侠，人家是钢铁侠，我们有钢管侠。我觉得知识蛮重，我发现我最怕的，学了十分钟完全是泡在水里，完全起不来怎么办？快飞起来了，钢管侠，加油！我们一点都不看好你。我真想，我有种冲动，我真想下去捞。我觉得他要溺水了的感觉。来下去以后，像猫扑了要注意一下。压到水里去了、哎、我们不要这样子笑人家，待会儿就我们笑。对呀、啊、我也不想同理心。哎，好疼啊。同理，你给我想一件事情，我们别看了，我也不想笑。可以分享一个技巧，千万不要拿，我觉得他在拿腰去找力量，找平衡，所以应该用脚，应该是脚，脚踝。笑别人，待会就要被笑。哎呦，哇哇！哇哇哇哇！哇，我真的。他的技巧真的是在腰上，在腿上，你的脚踝又特别的有力，我觉得 amazing。 Book C 的是给我很快的又掌握了这个东西，天分，没办法。下一个陈翔，我可以跳十秒钟，那一下是。我要跟大家道歉，因为我不能参加游戏了，因为我今天肚子不舒服。哦，没事。我可以，他上的时候站坐在你身后吗？就参与一下下 ，OK。耶、yeah, ，加油！翻滚吧，陈翔！翻不过来。嗨，我是裴烈。哎，有没有人顾及一下陈翔的感受啊？他在水里打水花，没人理他，你们在那边自拍。呛到了，哦，呛水了，呛到，等一下。Can you hear me？ 好难受。我不玩了，不玩。太难受了。你流鼻血了。陈翔流鼻血了。
因为呛到水了，然后那个冲击力让他流出鼻血。先站住啊！现在站住了。喝了太多的水呛到我了，所以我没有坚持下去去挑战更多的时间。